situación.您九八八，零九八八，五九六，九三七，不要硬，谢谢。啊！对对对对，好哟。你好，救护车吗？请帮我加动口好吗？麻烦你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如果我地址写错的话，那如果是刷卡嘛，那他也会扣吗？算扣吗？已经出差了。基本上好像信用卡都会先扣啊。对。对啊。会退款吗？这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用过，对吧、啊？我只负责送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个状况。对。谢谢，麻烦你，不好意思啊。对。来找我，我要零钱。我油快没了，谢谢。
好像是的。妹妹在，妹妹在真的喂，小龙妹妹不在，你说不能。好，等你一下，两下。留一包给我就好，三包选一包，留一包给我就好。只要一包，剩下你再看，打算你应该都分了。我分他们，对，所以很尴尬，还是这个。你有钢吗？嗯，刚跳了一个声音，但是不知道是应该不是你们家的。嗯，好，我加不。我。嗯。要不要吃？选一包。我最喜欢喂人，对，目的就是把大家喂的跟我一样大只。对，我是坏的。大哥，帅哥，靓仔，来，你要哪一个？好，谢谢。你要哪一个？选一个。这个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嗯。你一包够不够啊？要不要两包？我们那是失败。没有，我知道啊。啊，你还好吗？昨天深夜的东西。来啦，多一包给你了，抑制一下，抑制一下，心情不好就多克他们。没关系，我就每天丢了嘛。没有啊，就是你知道，我没办法增强自己的实力，我只好削减其他人的实力。对，没错。好啦，我先忙啦，晚点见。是是有点爱，是不是有点爱的？呀呀呀呀！背部，算了。快！
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。你好。